最近 Keep Subreddit 为页面上的粉丝举办了2022年 Keep Reddit 人口普查，超过5000人参加了，以下是基于性别的十大最受欢迎团体和 solo 歌手。女性粉丝最喜爱的十个 Keep 组合，第十位 TST， 第九位 aespa， 第八位 Seventeen， 第七位 Shiny， 第六位 NCT， 第五位 EG， 第四位 Stray Kids， 第三位 BTS， 第二位 White Baby，第一位 Twice。 男性粉丝最喜爱的十个 K-pop 组合，第十位少女时代，第九位 Stacy， 第八位 Idol， 第七位本月少女，第六位 aespa， 第五位 Blackpink， 第四位 Dreamcatcher， 第三位 EG， 第二位 White Baby， 第一位 Twice。 男性识别粉丝最喜爱的十个 K-pop solo， 第十位泰明，第九位 SOMI， 第八位全飞，第七位 BB， 第六位崔瑞娜，第五位那莲，第四位玄美，第三位泰妍，第二位请下，第一位 IU。 女性识别粉丝最喜爱的十个 K-pop solo， 第十位华莎，第九位 J-Hope， 第八位泫雅，第七位博贤，第六位明允琪，第五位玄美，第四位泰妍，第三位泰明，第二位请下，第一位 IU。 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